县议员严中杰先生的秘书于远才先生在我们现场，我们来请他们的主持人好，谢谢。卫村长，我们最提出的，我们嘉村人会将你贵出村长，主持人，各位表演者，各位嘉村的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们嘉村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多村啊，为了台风停办、延办，甚至不办。我们嘉村在我们村长领导之下。来了这么多我们自己的节目，奖品也这么多，我想请代表严中杰先议员来祝福各位，再过几天就中秋佳节，我们嘉村大家长提前跟各位过节，这边祝各位佳节愉快，家庭幸福美满，大家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于秘书，那个呢，很摸彩的。秘书，秘书，我在刚做村长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大概都不会了。当时我们的于秘书呢，他是叫做于主秘，在乡公所的于主秘啊、哦。他现在呢，退休了，所以就他呢都常常都是为人服务，所以他呢，做主秘的时候是呢为大家服务，他退休了以后还是为大家服务哈、哦。他在那个严中杰严议员那边做服务的工作，那现在呢，那个严议员呢，他也有给我们奖品哦，三份奖品，提供三份奖品，对，提供三份奖品来，我们那个黄金金块，对，好像是金块哦，错误感觉，对对对哈、哦，好，那么呢，现在呢，要帮忙一下来。我们的秘书来给我们摸个摸两张是这个好什么东西不知道应该是黄金文章好报一下好第一位361361号361啊一年365天啊361号有没有我们奖三次没有要没有吗361好没有734号的吗？有没有看错？对不对？他是马。